近日 Selena 人家宣晒出 SHE 三姐妹合体旅行的照片，并发长文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，终于我41枝花了，属于我的美丽正要开始。照片中的 Selena、Hebe、Ella 三人一起徜徉在树林中，享受秋日的美好，在卧室、阳台仿佛有摆不完的 pose。Selena 被 Hebe、Ella 簇拥，双手比剪刀手，露出幸福笑容，一双明眸笑成两弯月牙。桌上是精心准备的可口蛋糕，是单飞不解散，每逢大事都会聚在一起，感情超好，令人羡慕。Hebe 和 Ella 在 Selena 的生命当中都充当了重要角色。他曾在受访中表示，自己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没有田馥甄。在 Selena 被火烧伤住院的日子里， Hebe 和 Ella 立马放下手头工作去照顾他，为他按摩筑起康复。